华民国100周年庆祝活动，美国洛杉矶中华民国精彩百年筹备委员会于12月5日晚间6点，在柔斯密室888海珍大酒楼热闹举行中华民国精彩百年台湾之夜社区领袖筹备团队暨艺人代表晚宴。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来参加我们南加州侨界给所举办的台湾之夜的筹备会，看到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以及侨领一起来共同参与，一起来共襄盛举，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我也深信有大家的支持以及有大家的参与，我们的台湾之夜一定可以办得非常的精彩。这个中华民国精彩百年啊，台湾之夜欢迎大家来看一场让你终身难忘的晚会。中华民国精彩百年，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一个大团，侨界应该凝聚我们的共识，大家一起来共同做这件事情。希望有钱的帮我们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意的帮我们出力。之夜呢，大概只剩下33天就要开演了。在开演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要给各位报告，所以我们请了大家来，我们需要很多的大家给我们的支持。中华民国要过100年的这个纪念日越来越近了，而且心情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感动。